OK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哲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聊聊天。那其实就是哦，大家也知道，就是哦，本频道的影片呢，从这个摄影师跟剪辑师，就是都是我们的凯凯。哦，那其实凯凯来这边担任我的这个摄影跟剪辑工作，也一段时间的啦，大概有快差不多要两年的时间。那其实他这个人就是哦，就是皮皮的这样，就是表现就是也是在一点一滴的慢慢的学习。那大家知道他都是来我这边，就来我家这边做剪辑的工作。那我发现一点哦，自从他来剪辑之后呢，因为他这个人哦，他有一个小小的身体上的一个小小的毛病哦，就是他会过敏。那线上就是在看的观众们，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个会过敏的朋友。会过敏的人呢，家里的一个生活用品的使用量一定是特别的大，特别的大。就是这个卫生纸。自从他来我这边做剪辑的工作之后呢，我的卫生纸的使用量暴增了3到5倍。如今呢，他来我这边剪辑工作，剪到现在呢，我们家里的卫生纸只剩下最后的一包，我势必是要再去补充一下我的卫生纸。那待会凯凯呢，今天晚上也是会来我这边做剪辑的工作，我决定待会他来的时候呢，我先带他去买卫生纸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待会见，等他来。OK， 我们凯凯来了，耶耶，缺个，太小了，你想干嘛？没有，我决定在你今天开始工作之前呢，我先带你去买卫生纸。你知道吗？卫生纸被你用完了。胡乱，我没有用过卫生纸，我只有打手。没事。我先带他去买卫生纸。等一下，这一集是卫生纸特别计划，去全联买这样。不是，我就是想拍一个 vlog 这样。我没有要去找全联。你是不是要整我？你是不是要整我？你是不是想整我？我没有要整你，反正我们就先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他怪怪的。我跟他先走，各位拜拜。我先走了。我们待会见。You know I'm gon' feed 'em if you're coming for me. Hope you're ready for a demon. I got eyes in the back of my head. I'm seeing. Take me for granted, and you know I'm leaving. I'ma take what's mine with the webs I'm weaving. I could take this crowd from seeing to believing. Got a taste for blood, and my tongue keeps bleeding from the words I spit. So sharp, so freezing, so cold. Behold, frostbite they feeling. I could tear you apart, or I could go heal 'em. Don't believe in fate. Don't believe in ceilings. I just need a taste, and my mind starts peeling. I don't pace myself, I grind on kneeling. Got lust for change, I just love the feeling. 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淘气钓虾场。哎，我们不是要等一下，你要去哪？买卫生纸啊，买卫生纸啊，哪里啊？来，待会骗我来钓虾，说好今天不钓虾。阿哲，因为阿哲跟我讲过，我们可以。出游，因为我们前上个礼拜是出游，他说只要出游的下一个礼拜都可以不用看到虾，因为他知道我很不喜欢这样每天看到虾。结果呢？今天不是，因为钓虾场，因为我们卫生纸没有了，你知道吗？钓虾场有卫生纸。今天我在因缘际会得知到老板这边在办这个。因缘际会是一个日本人吗？是一个成语。哦，一个成语 ，OK。哦，我刚好知道说老板这边今天。在办这个送卫生纸的活动，请看照片。等一下，老板用量很大吗？不是，他知道我们这些就是他在造福众生。对，常常使用这个食指姑娘的啊，这个吧。啊，不敢，请看 VCR。OK， 那我们待会嘞，这边里面有这个送卫生，你在干嘛？造福众生呢？我们送卫生纸的活动，我们待会进去再请老板跟我们讲哦。Go！ 来，我们请老板跟我们讲一下，他现在这个送卫生纸的活动到底是在干嘛？今天到底是活动是怎么样？来，你跟我们观众讲一下。送卫生纸让大家回去打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发现老板有一个这个很奇怪的一个诟病，你知道他只要有镜头在露，他就会结巴。但他平时讲话不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我们请老板再好好来跟我们讲一次来。中客人回去打扫的时候可以擦手。要怎么拿这些卫生纸？只要双工就有送你一串。双工就送你。哎，你这边准备了几串？240串。我今天看好像已经有客人拿了。有已经有人拿了。OK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可以带几串回家。OK， 加油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进来了。那我们这个大家应该有看过，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，曾经在这边2小时钓50几只的记录，就是在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。那今天他们没什么人了、啊，刚好是现在还是下班时间呢、啊。大家你没有看错，这是我今天要用的天平，厉害了吧？这是特别版特制阿贝天平。哎、啊，你们不要去吵阿北，阿北这个他做不出来了，好，不要去吵他，这是 only for me。其实这几天他们老板这边也都是有办一些，有做一些加磅的活动，根本就是为了这里而绑的。相信大家对这个是不太陌生的、啊，我之前在这边有参加活动的时候，就都是用这条线。那我当然是这种线组，就是只有在有一些这种活动的时候会拿出来用。而且老板刚才偷偷跟我说，两池的底都还蛮厚的，希望是真的像他这样所说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准备一下两个水深，用个饵料，开始拿卫生纸。感谢淘气钓虾场赞助播出。那我们蹦一下，蹦一下。没有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，来，你说没关系，来说，你说嘛。一只啦，我想说，我这样凹那么久可以双钩了，我们再来凹一下，再来凹一下。大家今天会发现哦，我讯号出来我都开得特别慢，不为了别的，就为了双钩。啊，不然我家没有卫生纸了。还在。哎，那无叫恁遮，你叫恁朋友时代哥哥姐姐妹妹来吃一个。哎，我熬超久嘞，到底是什么问题嘞？我熬啊！我凹，我再凹，我再凹，双钩了吧？没有，一只而已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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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我终于双钩了，我们总算双钩了，总算双钩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的第一包。妈，我现在钓拖讯号还那么多。
双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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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钩啦！凯凯，这个你可以，你拿去换了吧。来吧，我们再拿一串卫生纸。哎哎，凯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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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你什么？两只过来拿去换，快点来。哎，我是在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着想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这个过敏，这小毛病这样，没有卫生纸这样怎么行？是不是？你说是不是？如果我家没有卫生纸，你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来，赶快去拿你要用。家如果没有卫生纸，你大便用什么擦？你用手啊？我可以洗屁股啊。等一下要拍照哦。为什么？他要宣传啊，人家也是要宣传的啊。双钩了吧，双钩了吧，双钩了吧，双钩了吧。哎呦，有有有有有有有，赶快上，赶快上来 ，yes。凯凯，来，去拿你的卫生纸。没办法。屁的。有没有啊？水。哎呀，温凯凯有看过呀。温凯凯有看过呀，来。OK， 好了，我们钓完了，我们钓了两个小时综合池，我觉得我们钓没有钓很多，钓都钓到两斤出头。哦，那今天这个也是他们淘气钓虾场办的活动，刚好，凯凯这个够你用多久啊？一两个月，真的是很厉害哎！我是说只有来我家这边剪片，这边可以给你用多久？半年有吧？应该吧。半年可以吧？这样子这边是36包哎。哦，我们这边钓两个小时，感觉还不错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因为其实淘气这边哦，真的是非常常办一些这个比较新奇的活动。那老板算是常常在五六日的时候办活动，然后我觉得说对我们钓客也是一个蛮新鲜的体验，比较不会像钓虾，可能大家通常大部分钓虾就是来钓虾，然后钓完之后就吃虾吃饭这样。比较单调一点，让我们在钓虾的过程中还可以有其他不同的这叫做 bonus。像这礼拜是卫生纸，上礼拜老板是送饮料，一箱一箱的饮料。如果这六串卫生纸换成六箱饮料，凯凯应该有比较开心啊。但是因为凯凯要用卫生纸没了，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开心。那凯凯要不要过来一下？现在是安怎？现在这个情形是安怎嘞？你看这边不错啊，我是不是说我带你出来买卫生纸？我们花800块，有虾又有卫生纸，是不是？只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这样。现在正在录，先生，正在录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在想这些卫生纸我到底可以用到什么时候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呢，就是以后阿哲叫我干嘛，我都不会跟出来了。不行，我就是要硬拖弯。他刚刚在家里就是，哎呦。不是说要买卫生纸吗？走啊，你自己要，你不用跟我去拿哦。对啊，要叫他一起来搬啊。我想说，他家楼下就有全联呐、啊，要、啊、开过来淘气干什么东西呢？好了，希望你们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嗨。